张富利，艾肯牛仔 CEO， 融资4000万人民币，出让股份15%。喂，你好，张富利吗？哎，是的，我是孔祥飞。我已经到了你的楼下。哦，孔总，你已经到楼下了。你还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了啊。哦，好的好的。那个 Daisy 过来一下。那个福裕资本的孔总已经到楼下了，现在呢就是把你们手上的工作马上去协调安排一下，然后现在就到会议室去。今天我想考察他的品牌和设计，到底能不能挑战国际的大的品牌。哎，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好、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看吧。好的，这边请。这整寸都是你们的吗？是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在这边。嗯哼。我们可以做出20多种不同的效果，颜色也会不一样，从浅到深。据说你是淘宝第一家牛仔公司，是这样吗？艾肯牛仔这个产品上线，我们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做到了专业牛仔的第一。专业牛仔第一。对。这边是我们一些样品的展示，跟一些国际品牌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们融入的时尚元素会更多一些。好，谢谢张总的介绍啊。嗯。现在我有一个要求，我想自己去转转看。好的，没问题。跟你一些员工和一些高管。好的，好的。去交流一下。好的，好的，没问题。就自己。干完什么就完了。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现在要考核的是产品部，它的这个版型跟其他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内裆缝和这个后浪的这个裁剪部裁剪的这个纸板上面，在这个弧形设计的时候也是非常是研究了很多人体工学方面的东西，让消费者在穿的时候会有一个整个提臀的一个效果，视觉效果。从它的一个设计理念来讲，和它的一个品牌策略，目前不是一种艾肯牛仔，是一种性感牛仔这种概念了身上啊。所以它，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和它这个品牌定位有可能稍微有点窄。为了更好的考察艾肯牛仔的真正的实力，我请来了上海来福士设计学院的一个著名教授，请他考察一下。Had a vision like you to sell something online but with a great service. I also have the strong feeling that your understanding of your local market and your sense of service will probably make the difference. It's not just about the style, it's about getting the right fit, getting the right color, the right moment in the market. And so I wish you the best. So I don't know you, but I would invest, but yeah. 专家还比较认可他的模式，又觉得他质量又过关，然后呢，同时呢，他的这个设计理念就又借用了一部分西方的传统的做法，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些理念了。到那个摄影棚去看一下。好，摄影棚还是关键的地方。对，这里就是我们的摄影室。要不您也体验一下，穿上我们的产品。拍个照，为我们代言一下。我们行业做投资啊，有一个20%的提成的一个概念，你没问题吧？没有问题。好，那就来吧。好。了解了很多，很有意思。具体结果我会到现场再告诉你。好，谢谢。好嘞。孔祥飞会跟哪位创业者牵手呢？谢谢谢谢，看一眼啊。
谢谢，我们一定努力，谢谢。我对这个最后孔总的这个决定是有持有保留态度的。如果让我做预期的话，我想我是应该可以走到最后的。张富丽，我们通过这个参赛，我们相识，包括我们也会马上有合作。给他最衷心的祝福，希望他在最后的决赛里面获胜。我觉得孔祥辉老师当然不是一个傻老外，他选择了艾肯，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决定。他选择了艾肯，就相当于选择了一个未来像可口可乐一样的公司。孔祥辉老师，我会让您感受到，在艾肯团队来说，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我会用实际行动向您证明，您的选择是正确的。